家有，因为今天我工作的关系，所以我工作的时候都会在摄影棚装饮水机的水。一个礼拜天天喝水，三天一吸大挑战。没错，有研究指出呢，每个礼拜喝水3000cc， 平均六个月下来之后，有些人的肌肤年龄降低了10岁，有些人体重下降了，有些人便秘消失了，有些人身体变好了。基于这个原因呢，我们想来挑战一下每个礼拜天天喝水3000cc。昨天量你的体重是72.6，昨天量我的体重46.6。如果试试看一个礼拜饮食不变，但是每天喝水大概3000cc 的话，身体会有什么变化？你是一个不爱喝水的人，对不对？对。每天喝多少？7。没有。如果不逼他的话，有的时候只有500。所以我们就来挑战看看啦，有没有信心？没有。没有信心没关系，因为挑战我没逼他。现在在等待，然后我这是我今天喝的第4杯。它这样一杯的话是450cc， 所以我今天任务已经完成1800了。我自己今天喝到现在的改变是觉得，真的有比较顺畅，然后我觉得也比较不容易这么容易饿的感觉，就是平常喝很好水的时候会很想吃东西，可是今天好像逼自己喝水之后就不会这么容易一直嘴馋的感觉。但今天目标还剩1200，逛街的时候要喝一下水。很突然吧，面包太干要配水。你还有这么大罐呢，加油！对，不能忘记自己有喝。你才抿一口，大口一点。OK。刚吃完饭到家，今天最后的3000cc， 剩下这边好不好？喝完这边就3000了哦，喝完。今天差不多。你今天喝完一整天，觉得身体有什么变化？觉得这样我真的变重，觉得都是水。那有没有会因为这样吃比较少，会有比较饱的感觉？变比较少，对。好哦，好哦。我自己的3000cc 剩下最后一点点，喝完了，明天再接再厉。晚安。这是今天的开始，现在就是把今天这一杯完成哦。有信心吗？努力，加油，加油！今日的最后一千，来，李玉志，你的今日最后一千。我们今天在外面已经喝完自己的2000了，然后现在今天。最后在家的时间就是把这1000喝完。我今天喝了3000之后，上了2次厕所，我觉得很棒，因为有的时候我会2天才上一次。皮肤今天看起来最近痘痘比较多，看看喝水的这3000皮肤会不会比较好。那我自己的话呢，最近的皮肤状况就是比较干一点点，我希望喝水之后皮肤不要那么干。最后150cc 把它喝完，你今天就结束了。3000不容易呀、啊。哦，太多。喝到喝水喝饱了 ，OK， 结束。我的喝完了，你的呢？快。加油！因为今天我工作的关系，所以我工作的时候都会在摄影棚装饮水机的水，然后我今天已经喝完3000了。要不要我帮你喝一口？不需要，自己就可以，很赞哦。我今天的话呢，我有觉得肌肤状况真的变好，觉得比较贴妆，然后觉得皮肤的一些本来有点瑕疵可能比较没有了。怎么样怎么样，想看自己是不是？我看你的肌肤状况呢，还不错，比较亮哎。但是你刚刚吃了火龙果，这边红红的，虽然还是有一两颗痘痘，但是
真的有感觉比皮肤比较亮哎，这是我自己觉得喝水的变化，3000CC 的水的变化就是上厕所很顺利，然后比较不容易饿。然后我们两个今天对，我们两个今天都吃两餐而已，不会觉得饿。对啊，好了好了，谢谢你陪我来染头发，但是你今天的就是奶茶大哥，但是你的那一瓶水今天的进度是不是还不到啊？我今天改喝温水，因为身体虚寒。然后这是我今天的第三杯，明天预估要喝7杯。染完头发，真的，我已经喝4杯了。对，我也喝这样子。你喝很多哎。对啊，我们是要出去玩吗？今天这边有。对，花多少？你的今天剩最后，我要喝完。我的已经喝完了。你今天是不是也因为喝水，上厕所很通畅，对不对？顺爆了。顺爆了。我自己喝了7杯，然后刚好因为这个挑战卡到我的生理期，所以我想跟大家分享一下，我觉得。喝到目前为止，尤其是卡在生理期身体的变化，之前生理期来的时候都会很不舒服，就是会经痛，然后就是脸的皮肤状况跟身体水肿都很多。可是刚好这一次挑战每天喝3000CC 之后，我发现真的没有那么经痛，因为之前可能都闷在身体里面，然后不舒服。可是这一次来的时候，就真的觉得没有那么痛哦。然后我觉得皮肤状况也真的好蛮多的，然后上厕所也很通畅，所以我觉得我好像就算这个礼拜结束，我还会想要每天喝3000CC。你呢？我觉得蛮不错的。你也觉得 OK？ 先回2000，3000真的有一点点难，因为2000是每一个人都。每一个人比较容易达到的，然后3000就是真的需要自己清醒自己说，哦，你还有多少没有完成？不过我觉得我们可以的。好，准备好今天全新的3000吗？你今天早上量体重很瘦啊？对。你看看你的小肥肚。好了，今天的目标就是喝完。这样一罐还要再外加1000哦。你今天的进度是不是有一点点落后？会吗？会啊，还是这样。现在已经是晚餐时间了啊，6点多的晚餐时间。好了好了，不要喝太多，等下要吃饭。今天的最后，等一下。我的已经喝完了，加油加油加油！我的已经喝完了。现在今天目前已经喝了大概快1500，所以剩下这些水。赶快喝！今天我们两个都没有喝到3000，我们必须承认，因为我们今天。大部分在外面的时间都没有看到可以装水的，就是这种的话，你就必须要一点点一直装，一直装，一直装水。然后我今天在家里喝了2杯之后，出门又装了1杯，所以我今天其实大概只喝了不到2000CC。你今天大概也才喝2500左右。哦，够了。那我们两个都没有喝到3000。所以还是要看大家的。
环境，如果你的就是一般的工作环境是不太可以装水的话，你还是带这种一壶一壶的，因为你今天的目标就是可能在家里喝完一千之后，再把出去外面再把这一壶喝完，应该就够。可是我觉得你好像皮肤有变好了。真的吗？对啊，然后就觉得肚子很胀。对。再来就是我觉得，就是早上起床的时候，你会觉得肚子小很多。我觉得这个可以明天早上的时候跟大家记录一下。早上起床你会觉得自己的肚子真的小很多。这是今天只喝一千，目前为止，所以要再多喝。持续努力。持续努力，加油。继续。因为我的好像是比你多哎。对啊。用餐前要记得喝。我们离今天目标还差很远。加油！加油！慢慢的稳定，慢慢瘦。天哪，很瘦哎！喝水3000cc， 一个礼拜挑战过后，看看身体的变化。你觉得自己肚子有小一点吗？是。侧面呢？哎，有哎。皮肤呢？你觉得皮肤有没有变好？比较亮？有啊，变比较滑。我也觉得你皮肤会变比较好，我皮肤也有变比较好哎，所以我觉得真的有差。好啦，这次喝水3000cc 挑战，你觉得有成功吗？成功，当然。大成功，继续保持下去。如果你也想成为下一位爆红创作者，请打开下方资讯栏连结，一起来投稿吧。